那乌云揉成团，像金鱼吻着浪，叫我和你去飞翔。人和乌云合唱，就是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就会不一样，是。哪有人在这样子做线上演唱会？做成这样的规格线上演唱会呢？同行会觉得你只做做成这样了，你为什么不邀请观众进来？粉丝也会觉得，歌迷朋友也觉得，为什么你就不放几个椅子在这里给他们观赏？千万不要用传统的理念在看待我们在做的事情，我们要做的是去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。那当你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去从你要到达的位置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，而不是从我们以前的角度去看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。